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，坐在地上、床上或椅子上。双手可以放于膝盖，或者互握住左右手。闭上眼睛。整个过程中，保持坐姿及背的直立。如果有不适，可以自由地放松、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，把注意力放在心脏背后的脊椎上，感受自己柔和的呼吸，不要操纵呼吸。停止思维和一切念头，感受脊椎中的缕缕舒适，轻柔的上升，像丝丝光线进入大脑。巴哈欧拉的圣言飘向了你。志同道合的人们啊，无尽之处的大门敞开着，挚爱者的居所用爱慕者的鲜血装饰着。可是能进入这神圣之城者只有为数寥寥。拥有纯净心地与圣洁灵性者更是凤毛麟角。志同道合的人们啊，无尽之处的大门敞开着，无尽之处的大门敞开着，挚爱者的居所用爱慕者的鲜血装饰着。挚爱者的居所用爱慕者的鲜血装饰着。可是能进入这神圣之城者只有为数寥寥。可是能进入这神圣之城者只有为数寥寥。拥有纯净心地与圣洁灵性者更是凤毛麟角。拥有纯净心地与圣洁灵性者更是凤毛麟角。志同道合的人们啊，无尽之处的大门敞开着，无尽之处的大门敞开着。无尽之处的大门敞开着，
挚爱者的居所用爱慕者的鲜血装饰着。挚爱者的居所用爱慕者的鲜血装饰着。挚爱者的居所用爱慕者的鲜血装饰着。可是能进入这神圣之城者只有为数寥寥。可是能进入这神圣之城者只有为数寥寥。可是能进入这神圣之城者只有为数寥寥。拥有纯净心地与圣洁灵性者更是凤毛麟角。拥有纯净心地与圣洁灵性者更是凤毛麟角。拥有纯洁心地与圣洁灵性者更是凤毛麟角。请将注意力拉回到脊柱，将意识拉回到当下，这个时刻，慢慢感受周围的光线，缓慢睁开双眼。我们完成了此次冥想之旅，请花15分钟回想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引言经中的圣言，并思考如何将它运用到今天的生活。